过最近一阵子比较少。嗯。右外野方向 ，over， 安打一支，陈俊辉，很俊俏的陈俊辉，又是二垒安打。二垒上的跑者邓志伟回来得分，变成一分差的比赛了。哦，又是一个大局，这一局也得了三分，嗯、统一狮队也啃进了三分了，6-7，只剩下一分落后了。哇，反方向呢、嗯？哇，这个球跳在高的位置啊、哦，这球打得不错，用砍的啊、哦，你飘上来用砍，所以他整个的延伸的力量就不错。